现场的观众经过考虑之后，把票投向了费振翔。电视机前的你如何选择？到底他是不是大忽悠？您接着往后看。你打今天开始你就大红大紫了，你看你的人气，我这么红呢？啊，红大发了，这罐红住，就是你跟西红柿似的，高票当选，大伙都认为你是。给费振翔加上一把叉子，打上一个不良记录。接下来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惩罚，需要你来配合一下。没问题，您说，好了吗？对，把这铁棍也准备好。对对对 对, 对, 对，好，对，小费三号啊，对，火焰，对，好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不能太抬头，没有眼儿啊。你打开双手，然后面带微笑，大声的喊：“来呀，吃我！来呀，吃我！”冬天怎么不能点暖风啊？太冷了。这失误了，应该从上边。对呀，我还往上看呢，怎么从这？这一次不许说了啊！我批评他们了，费老师，我说他们了啊！行，是啊。来，正式开始，打开双手。还来？没好呢，刚才你看，大伙不爱看。对了，来开始。我真的不是大忽悠。我首先感谢费振翔。那么其次你说错了，我说的是来刺我，你怎么非得说我不是大忽悠？你犯规了。好，你说是不是得重来一次？是。你要说不是就刺你。好，你说是。香香是必须的。你红了，记住了，在同行里边人缘不好你就红了啊。就很简单，刺我啊。就是什么刺我是吧？来刺我啊。刺我吧。有后边那个八字吗？没有，就是刺我，没有刺我吧？算了，谁这样？谁这样？这挺贵的，实话实说啊。谢谢小费，谢谢。接下来是我们一个新的环节，叫快问快答。你们四位算是赶上了啊。这个很简单，我来出一个题，我问一个事情，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？你们只需回答对还是不对就可以，而且要求四位一起。要是对的话，请做一个动作，手放在上面。撕我吧！老得撕你，得了病来。这样，哎，这是表示对。我觉得不对呢，打一个叉子。当然，记住啊，在我说完题目，你们考虑好了，我说三二一，请作答的时候，你们再做动作，早了晚了都不可以，好吗？好。好，来准备一下，我们先听第一道题。北斗星的勺柄指向北极星，对吗？三二一，请作答。再想想，不要看别人怎么样，你可以改吗？举好手，公布答案了啊！好，不许再动了。不真，有跟没跟，不要看别人啊！来，我们引航，你干嘛呢？他穿对了。来，我们公布答案。每人都加了100分。哎呀！这个太疼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刺激了。好极了，哎，就这样啊。来，接着听我们的第二道题。瑞士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吗？三二一。请作答。来，我们公布答案。每人又加100分。来，第三道题：香槟酒是葡萄酒吗？三二一，请作答。来，我们公布答案。宇航，这个怎么样？感觉假发套我快吹掉了。好极了，来给香香加上100分。你怎么身上没个圈套啊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你答对了你还身上圈套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答对了？真奇怪。因为你是大，你这叫疼心气人呐。好了，你先犹豫着吧，我们来听听下一道题。哎，这个题太简单了。行星
距离太阳近的时候运转的速度快，对吗？思考一下。三二一，请作答。还在这样啊？不许看，不许看别人。是咱俩是叉吧？小费，不许看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请公布答案。哇，玩不了了。今儿来了一小时，被吃了七次了。给尹航和香香分别加上100分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道问题。其实刚才站在我这个位置看啊，尹航特别可爱。不要了吗？没吃他，他比谁都难受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来，听我们的最后一道题。血液温度低的动物就是冷血动物，对吗？三二一。请作答。真的，哎，公布答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的配合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魔音大考验的环节，这个就非常的轻松了。我们会请一位观众到台上来，戴着耳麦，里面唱着歌，他会跟着一起唱。你们只要听出来是哪首歌，马上叫停。哎，我知道什么什么歌，答对了加上200分，一共3首歌。来，请这位朋友到台前来。您好，您好，这位阿姨是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唱歌的，她的演唱现在是自成一派，不少个嘉宾来了都死得特别惨，希望今天你们能够过关。阿姨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你们也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首歌是什么。唱，你听听，我没有瞎夸人的时候，猜吧，你就看这表情啊，划着船来的，你这还有秧歌呢啊，香香都入迷了，你看看。字眼儿清楚。看这表情啊，舞蹈动作你看看。那个，你是我的 baby， 你是我的。歌名？姐妹，姐妹。费振强先说出来的，来，我们听一下对不对？张惠妹唱了《姐妹》，第一个说出名字来的人是费振翔。来，给费振翔的姐妹加上200分。我怎么能答对呢？你占一便宜，你占一便宜。安虎说了一半，对，安虎先说的。记住了，只有说出歌名的人才能加分。好，来第二首歌，您再接再厉。我可爱听您唱了。投入，知道吗？听这句，哎，呵，活活没死，告诉你们吧。多送了一种精神。还得哄孩子睡觉的，猜吧。好。掌握一门外语多重要！我提醒你啊，我忘了什么名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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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尹航说什么？来听一下。任贤齐，浪花一朵朵。这是浪花一朵朵，这就浪花好几朵的了，你知道吗？加上200分。阿姨的演唱自成一派，接下来是第三首歌，来。在长江之外牛牛，我心人心的牛，他的身子一长的牛，就像这样独有。
听一下对了吗？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就把了所有回路。恭喜，加上200分，谢谢。看一下分数，安虎700分，尹航1700分，费振祥900分，香香1200分。分数有高有低，还是那个老话题，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大忽悠，安虎觉得会是谁？我觉得应该是老费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倒回去啊，哎，他。我觉得那三首歌一开始他就是那个要他自己唱的三首歌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有些时候就差一个字儿。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把自己摘清楚，他就那一个字儿都没唱对，你说是吧？他你怀疑费振祥？我怀疑他啊，尹航。哥，你帮我。但是我觉得他太神了，那么我演孙悟空，我肯定神呢，那不能这么比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。就是刚才阿姨唱的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听不出来，就他能听出来，我觉得特别神。俩歌你得了分，你再赖他，就事论事啊。小费觉得是谁？我始终如一，是香还是香香？我不会再改了。好，你认为是香香？我认为是香香。香香，我不会报仇，我不会怀疑你们俩。哦。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，我多说最后一句啊。来这玩是开心的，大家如果能把我那个红柱捅得越高，我越高兴，因为证明我的指数在大家心目中还让大家都认识了，所以我不怕你们选高，最好把这银幕冲破了，再回身的光，是，那就露面了啊，没关系，来，心真宽，香香，下面有请杀人有不是什么大忽悠，香香，你觉得会是谁啊？我一开始还觉得是尹航呢，但是他刚刚那么发言，我觉得就是他了，没错，因为听到歪朵朵，你看他那么。就前面三首歌那么简单他都唱不来，他竟然能听出来，就我一个没听出来。我觉得所以你认为是费振祥、嗯、哦，来吧，现场的朋友们拿起手中的选择器，一键摁下，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谁。